有一个北大保安，通过自考考过北大法律系，再到多所职业学校工作，还自己创办了学校。这一番成功的背后，藏有放下面子的洒脱。19岁那年，张俊成到北京大学当上保安。有一天照常值班，一群外国人慕名而来打卡，但是没有证件。根据规定，张俊成不得放行。双方因为语言不通，一直无法正常沟通。最后，这群外国人，他们排成一行，对张俊成竖起大拇指。中国的大拇指一般是向上，然而这群外宾的大拇指却是向下。为了解决跟外国人沟通不畅的问题，他决定背单词，朗读词句，用学到的单词跟别人对话。一位教授听到他的发音有问题，帮他办了英语强化班的听课证。刚开始听课时，张俊成担心穿保安服被人看不起，每天提前15分钟换班跑着换便衣。后来他发现同学并没有在意，反而纷纷递上鼓励，于是他放下面子，转而专心学习，不再考虑身份问题。很多人跟张俊成一样，为了追求社会认同，不动声色地掩饰面上的不堪，捂着可怜的自尊心，因一副皮囊受累。到头来才发现，拼命迎合他人的想法，其实是高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位置。电视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有一句话，人真正变强大，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，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。放下面子，把装裹面子的精力时间花在提升里子上，展现真实的活法，往往让你过得更轻松。厚脸皮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。在《别被不好意思毁了你》一书中，作者讲述过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崔某接到班长的电话，班长想邀请他去参加同学聚会。听到班长说同学们打拼得很好，他不由心生自卑，因为自己没车没积蓄，还跟父母住一起。为了不被同学看清，他还找朋友借了辆名牌车。聚会当天，同学们讨论起崔某所开的车，夸他混得不错。他吹嘘说车一般，本打算去欧洲度假，但跟聚会的时间冲突，只能等到过段时间再去。在这场聚会上，同学们纷纷聊起自己的近况，只有小林缄口不言。聚会结束后，崔某准备打车回家，小林跟在他身后，想问他10万块钱。小林说工作不顺，至今没房没车，还被女友要求买房买车，自己也是束手无策。看到小林这般祈求，崔某无奈坦白自己也是打工的，车是跟朋友借的，最近准备买房子结婚，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可小林根本不相信，崔某只好带小林回家，对方看到房子的拥挤和破旧，才相信这番话。辛苦编织的谎言被戳破，以后他在同学面前更抬不起头了。热衷面子的人经常营造着伪精致的生活，用华而不实的人设包装自己，掩饰得完美无缺，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虚荣心。当外表的光鲜配不上骨子里的实力，就会透支人品，让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。一书说过，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，又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当你越是在意它，它就会越发沉重，越发让你寸步难行。前期维护的虚假形象，后期需要消耗时间精力去弥补更大的漏洞，被面子束缚得越来越紧。用面子堆砌的高楼一旦被击穿，苦心经营的形象轰然崩塌，不仅受困于众人的围剿，优越感也快速消亡。越没本事的人越在乎面子，往往到最后越没面子。之前看到一则张芸京街头卖唱的新闻，张芸京在路边摆摊时拿着吉他在街头弹唱，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。这次街头卖唱只需要放100台币就能拿走一张绝版专辑。为了增加人气，他邀请过很多朋友帮忙推销，还提前在网络平台张罗这次活动。曾经风头无两的歌手变为街头卖唱的路人，网友纷纷感慨面子上是否能过得去。可是
张云京并不在意网友的评价，还在微博写道：怎会卑微，双手紧握，亲手打拼，这就是最精彩的人生。无独有偶，参加过歌手的铁肺女王李佳薇转行做中介，也让很多网友难以接受。前几年受疫情影响，李佳薇原定的商演大型活动纷纷被取消，收入并不可观，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，她选择转行。每次看到有客人出现，她熟练地拿出纸杯来给客人倒水。被问及有关房屋信息时，她认真地讲解楼盘情况，在客人离开时还会鞠躬送别，态度十分诚恳。处在人生荒年，这些人并没有顾及面子，而是放下身段，以其他方式解决温饱，扛起生活的重担。他们并不会因为别人的反对削减生存的决心，而是舍下无用的面子，靠着双手肩负起成年人的责任。别人看到的是狼狈，自己看到的是撑起生存的体面，而敢于卸下面子赚钱，就会让你拓宽事业的发展空间，换取更多的可能性。真正成熟的人都能放低姿态，放下面子，屏蔽那些不解和讥笑。前太平洋集团总裁严介和说过，我们干大事的从来不要脸，脸皮可以撕下来扔到地上，踹几脚扬长而去，不屑一顾。干大事的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脸皮都有点厚。日本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就是一个厚脸皮的人。自从电子翻译机研制成功后，孙正义就开始四处推销。他向日本50家家电厂商写过信，只有10家厂商有回音，又拜访过这10家厂商，结果9家都拒绝。如果是脸皮薄的人，可能早就放弃了，可孙正义偏要攻克最后那家厂商夏普。他打过很多电话，联系过无数人，终于找到技术部负责人佐佐木正，并获得见面的机会。孙正义一边展示产品，一边讲述被拒绝的经历，最终打动佐佐木正卖出翻译机的专利。后来他想要出版书籍，进入出版业务，经过夏普推荐，找到书店负责人田边。孙正义去拜访田边时，田边看过他的样本，告诉他这书肯定卖不出去。于是他厚着脸皮向田边科普一些专业知识，表明书籍出版后将前景无限。然而想要进入出版业，必须请日范或东范承揽发行业务，孙正义请求田边带他去东范。在田边的帮助下，东范答应帮忙出版，孙正义又厚着脸皮让田边再带自己去日范，对方无奈陪同。后来这本书出版受众人喜爱，在市场上大受欢迎。即便遭遇过轻视与嘲笑，承受着他人异样的目光，终究抵不过想要成功的欲望。一个人想要成功，就不会让面子成为前行的障碍，而是斩断束缚自己的羁绊，厚着脸皮去争取机会，扭转逆境。学会迈出脚步，敢于挑战未知，克服被拒绝被评判的恐惧，不把自己困于舒适区内，实力才能呈现迅速增长。再强大的人也都有一段丢脸的时光，在这段日子里，他们抛开面子，专注地奔赴目标，练就重回高峰的本领。真正的高手脸皮都有点厚。厚脸皮并不是越过底线的无耻，而是对目标的笃定与从容，也是一种看清现状的坚持。因此学会以厚脸皮待人，低下头去达成目的，能让你走向成熟。如何成为一个厚脸皮的人，这边送给你三条建议。一，培养钝感力，不被挫败感击垮。在追求结果时，你将会体会到无数挫败感，面子薄的人可能会一蹶不振，日渐消沉。培养钝感力是一种应对举措。钝感力指的是在挫折面前保持钝感，过滤不愉快的人和事，难以被外界的重伤的一种能力。学会自我调节，不因为被别人的评判轻易放弃目标，迎难而上，实现自我突破。二，放下自我证明的包袱，不在意他人目光。对于超出能力范围外的事，
很多人强撑着面子，经常是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本事，担心别人看低自己。面子即便能够维系一时，长此以往就是把自己推进深坑，一步步损失掉所有的本钱。与其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，活在别人的目光里，不如把目光放在自我成长，毕竟修炼里子比赢得面子更重要。三，运用卡瑞尔公式摆脱负面情绪。很多人丢了面子，常常沉浸在负面情绪，对现实问题不管不顾，渐渐拉远跟成功的距离。身处困境，不妨运用卡瑞尔公式，先保持冷静，分析当下的问题，对最坏的情况进行完善。在丢脸时保持清醒，寻找破局计策，从低落中恢复过来，事情才能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人一旦固守着面子，就会给自己增加一副担子，走的路越久，身上的负担越沉重。然而这种面子并不能给你实质性的回馈，是没有价值的东西，可随时放下。所以别让面子成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而是让面子成为你的垫脚石。你的实力就是你的面子。愿你放下面子，厚着脸皮修炼自己，然后惊艳他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